不到十二小时之前，暗影军团抢走了一件他们并不理解的武器。裂变委员会前去把这件武器夺回来，却发现武器已经不知去向。现在暗影军团挥手之间就能让整个世界彻底失控。幺四幺特遣队的领袖人物们知道该做什么，因为最恐怖的并不是这些武器能够毁掉什么，而是这些武器能制造出什么。